唔经唔觉嚟到最尾嘅一次实习，但系留低嘅意义亦都系最多嘅一次，因为今次好特别，除咗可以讲波之外，仲可以踢波，同一班第五届嘅师兄一起组一队足球队参加无家者世界杯香港区筹款赛，咁呢个意义亦都好重大，亦都好好玩噶。再一次做现场评述，对我嚟讲，我觉得自己嘅表现更加火。我系一个中学生，全班最细。其實都有啲怯，但係好彩有實習嘅導師教咗我好多做 live 嘅心得，加上喺畢業禮嘅時候頒咗一個優異評述獎俾我，令到我有更加大嘅鼓勵。踢波同講波，我應該對踢波信心啲嘅。咁兩樣嘢都有共通點嘅，就係、是、要同唔同嘅隊友啊、組員同埋一起去互相扶持啊、執生同埋補位嘅。咁經過今日之後，我對大家了解多咗啦，係團結咗嘅。之後希望可以繼續同大家一齊踢波啦。經歷咗呢半年嘅 JSR 啦，我覺得自己個人咧就比以前嘅我大膽咗啦，即係可以成日會主動同人講嘢啊。最大的就係我有好多嘅機會去實現我嘅夢想。原來自己不是做不到，有些事只是自己未嘗試過，並不是想像中那麼難，只要你肯試的話，就很多事都可以有機會做到。其實參加完 GSL 這半年最大的得著，就應該是嘗試去挑戰自己，勇敢嘗試，和學識很多做人處事的不同，還有可以擴闊到自己眼界。之前我都有想過可能會朝著一個港民記者出發，但是參加完這個記者培訓計劃之後，原來發覺自己對體育記者這一行都有一個很深的興趣的，我都希望可以向著一個體育記者的一個目標進發。各司其職，各司其職，意義非凡，每一場準確迅速，精彩捕捉，匯聚年輕，培訓精英，半年歷練，內外提升，百感交集，完美落幕。